设计师李新成日前在洛杉矶举办个人舞台美术设计展，政界以及文艺界人士到场祝贺。据介绍，李新成目前担任中国舞台美术设计学会理事、河南舞台美术设计学会副会长等职务，自幼便对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。1996年大学毕业以后，便开始对舞台戏剧的美术设计以及灯光进行探索与研究，并借此极力推广河南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文化。这些年来，我积累了一些关于设计的经验，生活工作中的经验。河南是一个文化大省，也是一个戏曲大省。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，给我们造就了舞台美术创作的灵感。这些年来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大的作品，希望大家能够观看，共同学习。李新成表示，舞台布景对于一部戏剧的演出非常重要，对于演出的成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不论剧场内外，舞台的整个画面以及细节的选择和安排都具有审美上的重要性，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演出会散发出怎样的感情。活动当天，蒙市市长林达坚等政商代表为其举行了剪彩活动，并发表讲话予以支持。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杭帝，洛杉矶报道。